里也找了一个小漏，但我不知道是什么。但是呢，可能过了一两个月它变大了。我在深圳那边那个医院嘛，他治疗，就做了他激光手术那些。然后他也是在那里也是复诊，也是复了几，应该三个月吧，三个月之后他就复发了。复发之后我就可能有点不相信那医院。后面我。你当时做完激光不是做那个光通力的吗？对呀、啊。做了几次光通力吗？三次。三次光通力哦。对。然后还是没有效果，是吧？对。然后复发以后，自己就是在什么网上？后面我也在网上，我用过那个，我也让那种药水，忘记叫什么名字了、啊。但是那个也好像没用，没什么效果。用了多少时间吧？用了差不多大半年吧。大半年就一直这样也。对，它也是一直发白了呀、啊。我感觉没什么效果，那后面也是偶然机会看到你们，我也是抱着开始了也是太相信是吧？对，我是想多试试看嘛。对对对。因为你们药，但是我感觉你们药的效果挺好的，用到急用，我可以看到明显的那个变化。后面我定期来复查，没问题。反正复诊也是挺及时的啊、哦，就是他们主要这次就是因为疫情嘛，耽误了几个月。对。不过今天复诊情况还挺好的。就等于就一年时间了嘛，就是完全康复了，就是其他也没什么，就是后期个人卫生方面自己注意一点，就是我刚刚给你讲的，就是有时候要是你们经常出差的话，就是哪怕自己麻烦一点，带一点自己的用品，就是不要就是那些公共的物品就可以，其他没什么。好，然后饥渴方面嘛，也可以适当的放开了那什么。其他还有什么？比如说跟我们患者讲一些平时要注意什么？注意点就是自己的个人饮食方面啊、要注意，还有卫生方面，要定时复查这些。我是很感谢这个医院，让我得到了康复，也感谢我们这个医生都细心的照顾我们。这也是我们应该做的，我们电话、微信都有，其他有什么问题，到时候我们也可以随时联系。